It's the day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Taipei Rose Festival.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就是举办玫瑰展，一直到今年，所以已经举办了第六个年头。台北市的公园啊，其实最大的用处就是让民众有一个休息放松的一个地方。那台北玫瑰园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栽种了玫瑰这个品种，对这个植物，对是有别于其他公园的。玫瑰是比其他的花朵还要难照顾的一种植物。那它其实在人力上面还有其他的维管上面都需要花很多心力。我们今天做的工程是帮玫瑰花消毒，就避免它生病长细菌之类的。平常我们还要修剪枝条啊，然后施肥啊。蛮有趣的，因为这个台北玫瑰园算是全台湾玫瑰最多的种类最多地方，所以其实可以认识很多玫瑰。Here you see, this pink jewel is the most small in the world. This variety is called 粉妆楼. It is from Chinese. Now.We want to go to find the next train, our founder, the necessary. 1010, 我们是现在是多少？2020，那就是1010年花博的时候，花博结束后，因为台湾并没有一个公园式的玫瑰园，因为我不太喜欢容易种的，台湾很容易种的花卉。大家都会种了，我就觉得应该来试试看一个台湾没有人做成的事情，比如说玫瑰花园啊、大丽菊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国人也不用大老远搭飞机到国外才可以看到玫瑰花园。那我们就很简单的，也可以在台湾轻便的搭个捷运就可以来赏花，这是一个愿望啊。台北种玫瑰真的是难中之难哈。因为温度高，夏天温度高，湿度大，所以病虫害非常多。其实我起初三年也是非常痛苦，因为病虫害，因为生长不良，然后几乎快要放弃了。可是就有一个死德性，就是不服输，所以继续尝试，继续努力。这边总共有多少个品种？700多种，很难种。那我们就，给他想个办法。夏天的时候呢，就搬回去苗圃过夏，然后冷凉了再搬出来外面给民众欣赏。这个花园开创于2017年。我们收集了很多的老玫瑰的品种，包含茶玫瑰啦，还有老玫瑰等等，所以它可以创造在台湾，它可以创造一个花海的效果。这里的花是因为它种类比较一致，所以它都是一个同一个系列的，就是 Tea Rose 茶玫瑰，所以它的开花是比较没有低温影响，所以夏天也会开，温度高也会开，所以它很容易在台湾栽培。This area is almost David Austin's roses. And you see the wife of Beth is Austin, the first breed variety. David Austin 的花在台湾的问题是，在台北的问题是因为在冬天它温度够低，可是阳光不够。David Austin 的花很喜欢日照，还有台北冬天雨水太多，它会容易抽高。然后阴天日照不足，所以它就有些品种就开花性就会被影响，生长不会，它很强壮很好长，但是它就是不容易被开花性没有那么好，是比较没那么香。这个隔草板哈，第一个是预防杂草长进去，第二个是我们割草的时候比较不会去割到它，造成伤害。对。如果我现在问我
是不是容易的事，我现在大概都会说是可以啦，有这个因为我们的技术都进步了，但是还是守在阳光啊。你的家里面住家有没有阳光？如果有阳光的话，其实并不难，但是就是要有很多的爱。I want to show you a special rose. 好香哦！这个品种就是粉伊莎夫人，它是红伊莎夫人的芽变种，非常的香。他说这个区是不是全年都可以开花？90%都是啦，对。So if you love roses, you should live in Taipei. Yes.